欢迎来新闻现场，新闻继续来关心的是嘉义市消防局庆祝妇女节，致敬着精美的巧克力和第一消防大队乌来分队的女性同仁，就以对当年无用公务和家庭的女性同仁献上祝福和感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庆祝300妇女节，局长游迎修委托由第一消防大队长黄进聪致敬精美的巧克力和乌来分队的女性同仁，就以对当年无用于公务甲家庭的女性同仁献上上诚心的祝福甲感谢。在湖内分队有三位消防女消防员，她平常的工作表现都非常优秀，那不管在救灾救护为民服务的现场都是第一线的服务。那尤其他们的专长哦，女性是比较细心，在现场救护哦，深受民众的肯定。那尤其在那个为民服务、防火宣导的部分哦，能够更贴近民心。那在工作上都非常优秀。那在这个38妇女节，也代表市长感谢他们，谢谢。因为女生，所以有的其实有的患者她不会太凶，然后反而有时候会。赞扬我们说这个工作女生来做是比较不容易的，然后在工作方面，我觉得当患者或者是民众给你肯定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成就感。妇女同胞是国家社会以及家庭安定进步的重要指标和力量，因为坚毅、幼心、温柔的特质，竟会当甲职场上男性互相调侃，共同创造一个美好而和谐的职场工作环境。最新新闻，蔡明彤家己去采访报道。